铁肺华跟来了，却不知道他会不会中计。你只要把他引来，就完成任务了。先换身衣服回村里去。外户老爷说了，让周师傅去村里传命，让你们尽量少露脸。我呢，守着茶棚，不管他中不中计，天一黑我就回村里去。你从茶棚的侧门出去，跟行脚的客人一起走，这样就容易脱身了。好，去吧。周正，什么事？于大哥，你看，青云小筑。于大哥，你真的要去吗？倭寇敢露面，我就敢会会他。可是，你擅自和他们见面，吕大人知道了会生气的。先不要告诉大人，我要查清他们在杭州到底还有什么人。结账了，哎，好，哎，好，走了啊，谢谢啊，哎，几位慢走，哎，慢走，不送啊，再来啊，三位客官，天色已晚，路上的行人也少了，我想回村里去，请你们把茶钱结了好吗？茶棚后面的竹屋里住人吗？住人的，本来是我住这儿的，刚才有个客官给了钱。说要暂时用用。茶钱拿去吧。啊，多谢客官。姑娘，你要干什么？左手眉剪，右手虎口指根都有后剪，这不像是拿锄头的。你是使单刀的还是使剑的？姑娘，你眼力真好。前些年武夷县闹过匪患，我当过几年兵士，练过单刀。现在匪患平了，队伍解散后，又不想再我锄头种地，单刀还照常练，便在这儿开了一个茶棚。当兵有甜头，说不定哪天匪患又起了呢。啊，多谢。我只问你一句，你为什么解释这么多？姑娘。在这个驿道上摆个茶摊卖茶，来往的人呐，形形色色，不知底细，不敢得罪，所以实话实说。你家在哪里？就住前面右家帮的村里。哎，姑娘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我家里啊，老婆孩子都在。不去了，我们害怕屋里的人走了。这屋子关着门，关着窗，里面住的什么人？大热天的也不害怕闷得慌吗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，不过出手挺大方的，给的钱多。他说要趁黑夜赶路，在里边歇歇脚。姑娘，天晚了，我得回家去了，你们也早点走吧。啊，
铁小姐，都这么久了，我还是进去看看吧。陈大哥，再等等吧。叶晚凉，你怎么满头是汗呢？是心急吧？我不急，我是担心啊，他万一跑了。不急，你先慢慢喝杯凉茶。小姐，有人找。九爷，先失陪了，小鸟出去一会儿。去吧，一行白鹭上青天，别跟他们飞了。不会飞的，小鸟的心要依着九爷才踏实。姥姥的，刚依一会儿，九爷心里正暖呢，又凉了。侯爷，侯爷，哎，该凉了啊，我们也该走了，再等一会儿。淑女呀，这虫子太多了。铁小姐，连水也没有了。陈大哥，陈大哥，你咳逆胸闷，是不是觉得冷了？我不冷，都这么久了，谁知道里面会不会有密道啊？有密道？也许有吧。要不我先进去看看。不会，这竹屋茶棚都是为谋生简易搭建的，挖密道干什么？又不像你们三才宫少道长成天提心吊胆的。等看谁有耐心。
明色入高楼，有人楼上愁，欲接空伫立，宿鸟归飞急，何处是归程，长亭更短亭。九爷，您思乡了。是啊，总不能客舍四家，家四季。小鸟为何不高兴啊？小鸟是伊人的小鸟，看出九爷心思愁了，都要做宿鸟了，当然也愁啊。哎，九爷，该回去了，方大人会着急的。你就让他急啊？怎么就不能让我们这两只同病相怜的小鸟诉诉衷肠呢？太不善解人意了。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看这。好吧，就让小鸟独自愁吧。放心，晚上我会到你梦里去的。舒大哥，怎么样？没什么特别的，只是觉得有几分奇怪。他们坐在那里干什么呢？铁飞花一直盯着那个假道人。铁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平常喜欢给人看病，只是身负重案没功夫，但凡闲歇下来，这兴趣就上来了。你病了，病在皮毛，病在肌凑，部位潜在，这是表证。表证没有大碍，估计是夜间风急受寒了吧。不是寒，是热，不是暑热。调经论上说，阴虚生内热，阳盛生外热。真要大论上说，诸燥狂热皆属于火。因此，表证上表现出你高热、恶热、烦渴、出汗。什么火？心火、欲火。火热为阳邪。它的性子是增加燥热，所谓其性上炎，耗伤阴津，说的就是这些燥热，把体内的水分、津液耗干了。你喝了那么些茶水，却没去一趟林子。姑娘们在此，我去了，有伤大雅。你身份最高时，也不过是县衙的一个杂役，什么雅不雅的？人有三急，人之常情。本姑娘都不怕，你还怕羞吗？表里辩证，你是外邪早就侵入腑脏了，导致情志内伤。内伤？不，铁小姐，我最近没有和人打斗啊。铁小姐，我没有学问，没有见识，请多指教。谁说你有见识有学问了？你呀，就是爱钱。欲火伤了内脏，导致心脉失常。从下午你到这里看我们久坐不动，你的眼睛就显赤，咽喉干痛，不断饮水，表证看起来不重，其实不然，因为你已经是里证出表了。什么欲火？难道我还会对两位姑娘心生不轨之心吗？你敢？谦虚点，听我家小姐诊治。要我治吗？不劳铁小姐诊治了，我们还是办正事要紧。我先进去看看。好啊，走吧。是走正门呢，还是走侧门？正门吧。刚才我们看到他是从正门进去的。
先彬彬有礼的敲门，还是直接闯进去？你说呢？干脆你闯进去，我替你略阵。我们一旦闯进去，他会察觉到的，我们还怎么跟踪他呀？莫非我们在外面说话他就听不见吗？万一他在这屋里待个天长地久的，我们陪着寒也枯了，食也烂了，太难熬了。陈大哥，你快进去吧。于大哥，怎么样，见到人没有？没有见到人，我等了两个时辰，居然没有一个人前来和我说上一句暗示的话。老鸨姑娘、鬼奴他们都说自己的行话，旁边我也留意了，没人注意我。走吧。怎么还不进去呢？是怕死还是心里有鬼啊？我心里没鬼。铁小姐，我是受燕大人之托来保护你的。你在县衙当差，燕大人怎么会无端端找到你呢？燕大人是从三太公另一个帮助那里打听到我的，那个人曾在聂司府露过面，恰好在吉安县未来得及逃跑就被抓住了，是他把我供出来的。燕大人不像龙大人那样倨傲，他明白怎样对待江湖人物。我想你是被收买了。是啊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在县衙当差自然明白，四处流亡不如县衙舒服，你贪图舒适没离开过县衙，自然也会因为贪图更大更多的舒适而接受燕大人的收买。你的欲火让燕大人扇得更旺了，也许他还承诺事成之后为你在县衙的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房谋个小吏之位。燕大人有和你说过吗？他没跟我说过，我是从你表里正后上看出来的，喜会伤心啊。千金方说舍者心之官，你喝水太多是因为燥，忧会伤肺。阴阳应象大论说天气通于肺，肺主气，肺生皮毛，你干咳是因为胸闷，气息宣泄不畅，你既喜又忧，为什么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请铁小姐示下。燕大人让你暗中保护我，而你知道凭你的本事保护不了我，可以忧，但是接到龙大人的委派后就不用保护我了，你只应该喜不应该忧的。只要把龙大人的信交到方大人手上，你就万事大吉了。我是听到曹良有线索了，怕跟丢人，或许就是忧吧。你不是找曹案线索，是专门来找我的。曹良记在苏州，你该往东北方向去，怎么反倒掉头多此一举来找我呢？那些人还偏偏等着你找到我后再去追他们，合理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燕大人会害你吗？燕大人可能不会害我，但是别人会。既然你能被燕大人收买，为什么不能被别人收买呢？你办不成事便会忧，忧在这里。我没工夫教你学医治病了。老实说，谁又收买了你？谁又派你来找我的？谁又在这里设了个圈套？陈小姐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燕大人。可是我真不知道他是谁呀。说线索，什么形状，什么声音，在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。我被罩在口袋里，外面说话的人声音倒是很清晰。等我答应了，四周没人了，我从口袋里钻出来，发现地上放着两锭金元宝，再一想
他们说会在前线给我谋个典礼的差事，我想应该不是妄言吧，便死心塌地了。你跟这里开茶棚的人又是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，真的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我们跟踪的那个人吩咐我前来的，这里面机关密布，你一进去就肯定没命了。也就是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了，一点用处也没有了。难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就代表我一点用也没有了？没有用处你就会杀我了是吗？我不杀你，我只是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现在你也得进去，不进也得进。铁飞花不再一味仁慈，要用你的血在这里写上字，让世人都知道，我铁飞花查曹案，谁敢下套，谁敢拦我，天王老子我都杀。瞧你都把我家小姐惹急了。小姐小心。不必小心，这些机关都是对付铁飞花的，用一次就够了。铁飞花怎么知道这是个陷阱？是不心急了，有耐心，在茶棚待了一个下午，这不像他呀。小姐，发现了一封血书。玉，六儿，我们把马拴在这儿，然后进村。好。哎，小姐，怎么现在才想起来找那个开茶棚的？看了陈九九的死状，我才觉得他可疑。那个茶屋里的机关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布置出来的。小姐，只怕他早逃了。他只是一个望风打探消息的，他说家里有家眷，好做掩护，这是实话。可是他不该说，那个人出手很大方，给了他很多银子。刘儿，敲门问问。哎呀，谁呀？这么晚了还敲门？啊，姑娘，这深更半夜的，是找人还是找房啊？不好意思，大伯，打扰你了。我们是找人的，你们村子是不是有一个人在驿道边上开了一间茶棚？有啊，叫孙旺财，他家呢就在那边村尾第二家。他是什么人？他以前也是种地的，后来在州里当过士兵，两年前回到村里开了个路边茶棚。多谢大伯。啊，小心一点啊，当心有狗。小姐，这孙旺财还真老实，说的都是实话，有这么老实的坏人吗？走。孙旺财，竹屋里的机关杀死三五个人能办到，我杀你们全家三口也大有把握。孩子他爹，你快说实话吧。姑娘，我们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啊。呸！刚才就结仇了。
也大了。柳儿，听他说。哼，我当兵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百户老爷，姓江，是南直隶卫所的。今年上半年他来找过我，给了我些钱，让我替他办事情。办什么事儿？上半年我家小姐在惠泽县还神气十足，什么户都没有闯。上半年几月他找的你？当时他具体在哪个位哪个所？是二月初六吧，当时他也没在什么卫所，他说是在江阴练兵，叫我也过去。江阴练兵？那你为什么没去？我想去，可是他突然改变了主意，让我在茶棚里替他打听消息，前赵父。现在他们在什么地方？大概是在江阴吧。我们半年都没有见面了，半个月前他突然带人在竹屋茶棚安置了一些机关，他就走了。前几天他又回来了，让我带句话给那些安置机关的人。带什么话？他说叫周师傅到村里传命，让其他人尽量少在外面露面。周师傅是谁？在哪个村里传命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想必也是在江阴吧。小姐，你怎么知道他说的不是假话？肯定不是假话，神色姿态、眼睛口鼻、说话气息都没有异样。哦，小姐，你不用切脉就能测出真假来了。这是最表象的反应，说谎话时五脏六腑、十二经络、七经八脉都会有所反应，会导致情志变异，一脏一腑、一阴一阳互为配合，并且尤其经脉构成络属、构成表里关系，内脏变化又会由里出表，导致五脏开窍处的五官七窍发生变化，真假由此能从五官上看出。啊，那以后就不用切脉按脉了。嗯，也是，一个大姑娘家老庄男人少，不成体统。哼，我才不在乎那个。切脉问诊是准确的，只是没有功夫。我觉得一离开快意堂，神志豁然清晰起来，老想着龙三大哥说的那句话，要融会贯通才能达到上乘境界。嗯，哎，那你达到没有？是不是已经达到了？因此不用把脉也能测出真假来了？还没有。那你赶紧达到啊。我让你多学点医，你偏不学。医术、武功、断案要全都融会贯通，这怎么可以是一时就能达到的呢？嗯，只是我觉得离开快医堂后脑子好使了，心情也轻松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快医堂肯定有仙气，你沾上了啊。小姐，你已经不是人了。谁啊？再不开门，姑娘把你这狗窝给烧了。是你？是我，还是不喝茶，找你聊聊。启禀方大人，铁飞花在金华龙溪驿道上杀了一个叫陈九九的人，还一路上传言，谁敢阻挡他查曹案，就是天王老子他也会杀。杀陈九九？怎么回事？好，你下去吧。是大人，小人告退。哦，燕七能收买，别人也能收买。这种小人变化无常，该杀。铁飞花留言不留人，这种做法干得好。只要他闯劲儿还在，就是好事儿。我倒要看看，这一路上死的都是些什么人，是由谁派来的。公然宣称什么人都杀，公然散布流言，大胆妄为。是。但据我推测，
散布对你不利流言的人不是铁飞花，是都司府的人啊。啊，那日我审讯铁飞花时，说不定被人偷听到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一定要抓到铁飞花。你要调动捕房全部马快，抓捕铁飞花。是。什么事？铁飞花放言说，谁拦他，他就杀谁。哼，范横玩命了，这是好事。我们找不到，或许他能找到。嗯，看来他相信高启。据老头子说，陈九九是燕七收买的。真不明白。为什么要跟铁飞花作对呢？还有，据杭州那边传来的消息说，陈大人与谋反信函有关。我真不明白，现在不明白的事儿太多了。老头子说，抓柳儿是他收买江湖人物干的。我查了许多地方，都不知道这个人的来历。客栈的人说是一位长须捕快，我查了杭州所有衙门，没有这个人。江湖人士行事诡秘，做了案子就隐身，暂且不管这个。玉峰，我发现你最近神色之间有些紧张局促，到底为什么？还是如实告诉你吧，大人，我怕你不同意，就没及时告诉你。我是连着三天都接到了神秘通信，而且连着三天是按时按地点的去赴的约。什么？你一个人去的？嗯。哎，于峰啊，于峰，你就不能再出事了，懂吗？大人，出事我不怕，可偏偏约我的人一次面也没有露过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不露面，却又屡次约见你，难道真的是倭寇吗？高齐传信说，种元柳穗给前景的信中提到过收买快意堂，收买铁飞花。难道他们也想收买你作为要挟吗？有可能。大人，若我出事，那就是倭寇露面了。露面了就好办，有周正赵成顶着，还有鲁州有统领才能，大人可以用他。不行，你不能出事。若他们再约你去险处，不去；若不险，继续赴约。我们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什么人在捣鬼。嗯。站住！一个护院有如此轻功，了不起啊！不只是轻功，女飞贼，手法不高明，是只臭标。我不是什么飞贼，是飞花，铁飞花，借你家主人几个臭钱使使。有胆子，西门客栈找我讨。快！
走，走，快！哎，怎么回事呢？是铁飞花，小鬼，是铁飞花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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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总算真当小姐了，把刀和斗笠给小姐拿来。如今我是见佛杀佛，见父杀父，什么都不用顾忌了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还是小姐，自己拿去。哼。我来拿。大胆铁飞花，青天白日竟敢飞檐走壁、盗窃富户，你该当何状？哎呦，想升官还是想活命？我可是县太爷派来的。哼，答非所问，那就是想升官了。想活命，想活命。反应跟我家小姐一样快吗？告诉你家县太爷，让他赶赴杭州快马传讯，一路上也传告各州各县，我家小姐不再偷偷摸摸了，过州掠州，过县抢县，杀人公开杀，做强盗比当小偷体面，滚吧。去江阴查曹兵，这铁飞花还真是好运气，居然让他歪打正着了。可不见得就是曹兵。应该可以确定，否则那支江阴的队伍突然神秘失踪就无法解释。现在还知道一点，这支队伍藏在某个村子里，那个村子能容得下上百兵马呢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出面击杀铁飞花，看来这支队伍肯定有人在幕后操纵。嗯，还请大哥去查，查户籍，查黄册，查云林图册。不行啊，如果出了江南总督府的管辖范围之外，吕大人是办不到的。办不到也要想办法，曹良一定要找到。你说小姐扮成丫鬟，丫鬟装成小姐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铁飞花是横下一条心，既引出线索又找到人，还能保护柳儿。聪明倒是聪明，可是这个柳儿在我们眼里仍是上家的人质。站住！站住！山清风观做的第一件缺德事，子彤啊，若不是地洞把清风观夷为废墟，需要大量的银子重建，师父我是绝不会做这种缺德事的。遇事皆因治愈苦，入山佛门求脱苦，今为一个铁飞花，万劫不复仍还苦，是糊涂。你龟儿子给老子说一句，老子就打你个脑壳开花。果由弟子受，因是师父重，欺凌多少种，纸钱无人送，全没用。以后再跟你探讨这些问题，老子才是龟儿子。闪开！你们是不是铁飞花？不是。铁飞花玩明的，他们也玩明的。下道口内，只怕就有暗的了。是。是。是。
小姐，我们是藏在马腹下冲过去，还是掉头另外挑路走？你定。成全。